需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。私聊老师，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生命线代表一个人的健康程度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且清晰明显，没有杂纹，没有分叉，没有断裂，那么这样的人身强力壮，精力充沛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有个好身体，再加上精神的头脑，创业有望成功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